唯一啊，站住！你吓我跳你！对你别跟我哈喽了，你有延迟，你有延迟。哎，我就说这线上不能排吧？那不排怎么办呀？咱仨没法见面啊！我，唯一把网解决了就能排，对吧？唯一啊，是我有延迟啊！我排练风云。怎么还不来呀？刘彤，你还排不排练了啊？喜剧大赛报名马上就截止了，哎，就这么点排练时间，你还给我迟到？刘彤，你没开麦，我听不见你说话。对，你没开麦，去把麦打开。能听见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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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哎，怎么有回声啊？回声啊？回声啊？咋回事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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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啊。别公放了，公放了，找个耳机戴上，鸡戴上，鸡戴上，为啥呀？为啥呀？为啥呀？要不然容易消叫，消叫，消叫，啥消叫？消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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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，你再说句话是？先干嘛？还有回声，这是。现在呢？好了 ，OK。哎呦，真够费劲。哎，你为什么迟到啊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在楼下有辆车，你就堵着我那车那边去。啊？刚才在楼下有辆车一直。你先说。好，我先说。刚才在楼下一直。你先说。没事，你先说。没事没事，你先说。说好几点排练，你自己看，你就哎呀哎哎哎！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现场排练就不靠谱，他就不能排。能排？怎么排呀？等唯一来了，咱马上就排。拉倒吧。Hello Hello Hello Hello。是唯一吗？好像是，我没看清楚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呀，我家那个网啊，它是唯一吧？是是是。你们两个稍微等我一下。这干嘛呢？不知道。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。大哥，你干嘛呢？喜剧大赛报名马上就截止了，你还有心思跟这玩儿？Hello 林峰，Hello 刘彤，Hello 唯一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玩什么呀？我玩。我家那个网啊，它出问题了，它就，哎 ，Hello 刘彤，Hello 唯一，我家那个网啊，它就，嗯，我能听到你说话。我家那个网啊，它出问题了，它一上来就闪退，一上来就闪退。哎呀 ，Hello 刘彤，Hello 唯一，你干什么？你别闹。我家那个网它哈喽刘彤哈喽唯一，别跟他哈喽了。他有延迟啊。唯一啊，站住！你吓我跳你。对，你别跟我哈喽了，你有延迟，你有延迟。哎，我就说这线上不能排吧。那不排怎么办呀？咱仨没法见面啊。唯一把网解决了就能排，对吧？唯一啊，是我有延迟啊，我。林峰，林峰，我看，要不咱今儿就算了。什么叫算了呀？哦，不排了，咱直接淘汰。哎，我是那意思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跟我急什么眼啊？哎，刘彤，现在演出行业不景气，一定报名参加喜剧大赛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呀？是我说的，但现在这种状况也不是我的问题啊。那是我的问题吗？对，我去把网解决一下，不就完了吗？刘彤，你闭嘴。
好了，林峰，你甭理他。好了，你这不是拱火，你这不是？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。我有一个办法。来吧，排吧，没问题了。来，别说话了，你有延迟。我知道我有延迟，但是我现在换五 G 了，特别快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啊。Hello， 唯一。Hello， 刘同。Hello， 唯一。Hello， 林峰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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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。五 G， 真的后悔。那就说嘛。好了。网既然解决了，咱抓紧排练吧，没时间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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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把剧本发到共享文档里了，你俩看一眼。等会儿，来来来，共享文档那啥呀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教你，你看这儿，点一下，点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点一下，啊，剧本啊，没什么改动，还是原先的故事和流程。我回去仔细想了想，咱们三个人物啊，在人物设定上我做点调整。你怎么了？继续啊。我之前感觉咱们仨的人物太像了，这一次咱们在排的时候争取找点不同的表演状态，所以我觉得呀，唯一你只要保证注意力集中。干嘛呢？没时间了。咱们的表演稍微脸谱化点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人物形象一定要鲜明，所以从表演的角度，我们既要做到保证生活化的同时，还要做到把虚拟头像给我关了，把虚拟背景也给我关了。排练，美颜也给我关了。不是，你们俩这词儿都没问题了是吧？我 OK 啊。那行，咱把戏服都穿上。欧了。没时间了，咱不排练了啊，咱直接录，哎，录完直接交给导演组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来，三二一，录。今天是咏春正统之争，有请两位师傅。咏春，叶问。咏春，张天志。大哥，你接词儿啊？接什么词儿？你掉线了都！我，哎呀，重新来，录。今天是咏春正统之争，有请两位师傅。咏春，叶问。咏春，张天志。志。大哥，你接词儿啊？接什么词儿？你又卡了！哎呀，唯一呀、啊！哎，你这样，你给我十分钟，我去解决一下。没时间了。这样，我下楼去拿个碗。你给我再待着。待。有。今天是咏春正统之争，有请两位师傅。咏春，咏春，咏春，叶问，叶问，叶问，矮矮矮，怎么有回声啊？回声啊，回声啊！嗨嗨嗨，耳机没电了，没电了，那你充电呀？充电呀？没线呀？没线呀？找线呀？找线呢？线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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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看了眼时间呢，时间呢，时间呢，咱们淘汰了，淘汰。我先去换个耳机，个耳机。你先把音乐关了呀，关了呀，关不了，不了。电脑让我砸坏了，砸坏了。我就说这线上不能排，不能排，全都是因为你的麦。你的麦，早就说过让你换宽带。刘同，你把耳机带。张曼英，你又卡了，你家的网到底是咋了？刘同，你别说话了，
林峰都快炸了，咱也别互相怪了，反正咱也淘汰了。你把音乐关了呀！我说了，我电脑坏了。你们两个是真不靠谱，就知道给我添堵。一个破宽带，一个破耳麦，咱们就活该淘汰。一个个还想参赛，那根本就没办法排。明年再来。哎呀，三！笑，淘汰了还笑？别笑，别笑，别笑，笑笑笑笑！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一直等我出人头地，绝对不能再等那么久。我们强算不上帅，坏能力算不上坏。想给家人交代，到现在还是住在郊外。生活有太多无奈，没有多少人脉。哎呀，剧场不开，工作停摆，拿什么来还债？剧场不开，工作停摆，勒紧裤腰带。剧场不开，工作停摆，勒紧裤腰带。剧场不开，工作停摆，勒紧裤腰带。报名失败，明年再来，必须要淘汰。来世一念一断。这只能是底，太棒了！还给你写了首诗哦，我们读给你听啊，很感人的。哦，诗啊！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哎，同学，这个是快乐吗？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哎呀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天台告白。我是高二四班严佩伦，学习真的好难啊，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，我先下去了。谢谢谢谢佩伦同学。高中生的烦恼真的是很简单呢，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来到我们节目登上天台的又会是谁呢？是一位毕业生啊，刚刚高考结束，来自三年二班的何同学。何同学看上去有点紧张啊。何同学不要紧张，勇敢的把你想说的话大声的喊出来就可以了。三年六班的柯佳怡同学，一下子就喊出对方名字了啊。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啊？志愿是哪儿啊？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。真是个勇敢的少年呀。你考了630分吗？哦，小柯同学很擅长学习。数学只有第二道大题没有答上来啊。那道题是要用韦达定理啊。韦达你不知道吗？哎，何同学不要这样跟女生说话。韦达是一个很伟大的欧洲数学家呀。你这样说话女生会讨厌你。欧洲你不知道吗？这样会被嫌弃啊。欧洲就是欧罗巴大陆呀。何同学，大陆你不知道吗？大陆也不知道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怎么考到630多分的？所以小何同学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何同学，你刚刚把氛围推到了一个很难接受你的程度啊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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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何同学没，很棒了，很棒了，很棒了。哎呀，很哎呀，让人想到了自己上高中时候青涩的样子呀。长大以后很少再为了爱情那么冲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，下一位将会登上我们天台的又会是，这次有三位同学啊。
我们是三年二班的罗生灯、苗若鹏、张成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。我的梦想是去北京读大学。我的梦想是考上中央戏剧学院。你这个台词很难完成这个梦想啊。三年六班的柯佳怡同学。我们是和同学的同学，同学和同学，都是同学就没必要说三遍了。你们是来帮何同学说话的吗？小柯同学，你不接受何同学是正确的。哎，他真的很一般呐、在背后这样说别人啊？虽然他长得高大威猛又帅气，还很像吴彦祖和布拉德皮特的结合体。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他不仅是文艺标兵，他会的东西还很多哦，语文、数学、物理和化学，还有化学。你有人抢词了是吧？是啥呀？我们三个在他面前那都自惭形秽，这个词不要分开读。他还给你写了首诗哦，我们读给你听啊，很感人的。哦，诗啊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同学，这个是快乐吗？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哎呀，可以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么感人的诗，让我们三个在他面前都自寻短见。特别好，特别非常好。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魔术表演啊，也代表何同学和蔡依林老师，谢谢你们啊！可以了，哎呀哎呀，散发着满满的青春活力啊！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将会来到我们节目登上天台的又会是谁呢？是这，哎，何同学你怎么又，哎你们三，哦。哦，你们是想作为何同学的朋友在这儿为他加油打气吗？嗯，我们是他的室友，但是何同学已经刚刚告白失败了。啊，我刚才只是开了一个很好笑的玩笑。哎，你刚刚明明就很认真啊。我平常就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。爱开玩笑的人啊。笑死我了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幽默咖。幽默咖什么鬼啊？哦，就是幽默家，是年轻人的一种俏皮表达。我知道。小柯同学，我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优秀。你有，也不会那么华丽的舞蹈。你会，但是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何同学，同样的话呢再对同一个人再说一遍，对结果也不会产生。所以小柯同学，你愿意把你的室友林敏介绍给我吗？换人了，你换人了呀你啊！哎，林敏同学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林敏同学，并没有多久。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啊？志愿是哪儿啊？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。同样一段话，他对两个人说。你考了173分呢。啊，林敏同学不太擅长学习啊。我也只考了161分，那太好了。好般配啊，这两个人好般配啊。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。你们上不了大学呀、啊！哎呀，100多分啊！哎，上的。100多分怎么上大学？可以坐车上大学，复读上大学。这个分数可以出国上大学。我怎么没听过？走！那林敏同学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何同学，你没有人愿意。何同学，你看一下屏幕，林敏同学说不要。那林敏同学，你可以把你的室友刘佳介绍给我吗？不是你，哎呀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刘佳同学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没可能接受你，一个寝室一共4个人，他跟3个人告白，可以吗？答应了。你也喜欢我呀？刘佳同学，你的脑子，你的眼。你室友关系不错了吗？耶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。哎呀，行了，
下，太好了！我这好，何同学，你可以先下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将会来到我们节目。刘佳同学，何同学，你下去跟他说就可以了啊。你可以把你的姐姐介绍给我认识吗？哎，你找刘佳姐姐干什么呀？刘佳的姐姐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何同学，你不要认为高考结束就可以为所欲为啊。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呀？志愿是哪儿啊？刘佳姐姐也参加高考了呀。你读博了呀？你完没完了呀？那刘佳的姐姐，你可以把电器街对面的刘阿姨介绍给我吗？刘，何同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刘阿姨，刘阿姨不要看过来呀、啊！刘阿姨，你可以把你的闺蜜王阿姨介绍给我吗？何同学，你听说过羞耻心吗？王阿姨，你可以把你的女儿张阿姨介绍给我吗？阿姨的女儿还是个阿姨啊！张阿姨，你可以把你的女儿介绍给我吗？何同学，你收手吧！我喜欢你的女儿很久了。保安。我喜欢你的女儿小柯同学很久了。小柯，小柯同学，你现在明白我的心意了吗？真的是刚开始那个小柯同学啊，我想跟你上同一所大学，虽然我考不上，但是这两年我一直在喜欢你，以后我可以去你的大学等你下课可以吗？我骑着自行车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可以吗？我想到的好笑的笑话永远会第一个讲给你听，这样可以吗？小小的年纪说出了不得了的情话呀。谢谢你何同学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祝你以后成为世界上最幽默的幽默咖。何同学，何同学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何同学，你很棒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的天台告白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何同学，加油吧，加油！怎么慢呀？我没事，我只不过是在全校师生面前告白失败了。确实是有些丢脸哈，不过也没什么吧，反正我这高中三年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做成功嘛，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做成功嘛，就算是努力也不会有回报，这件事情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他们生的气质就是这个样子。是啊，青春本来就是很丢脸的。有一次升旗仪式，我跟着旗子一块被升上去了，全校师生都在对我敬礼啊。对呀、啊，有一年校运会跨栏的时候，我跨过去了，裤子没跨过去。高中读了七年，当时的同学都考研了，我还在考中强戏剧学院呢，太丢脸了，丢死了。但是高中真的很开心呐、啊。加油！我来到这个节目已经两年了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我叫吕岩，不叫土豆啊！青春
谁是谁弟弟呀、啊？没玩过？不不不，来来来，我教你。来来来，咱俩谁是谁弟弟？咱俩我是你弟弟，咱俩谁爹谁儿子？咱俩你爹我儿子。哎呀，回来回来，哎，好玩吗？他带我玩的。再见，老张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管乐张唯一的婚礼。我宣布，我们的婚礼彩排已经正式 delay 2个小时。音乐给我停一下。咋没有人在乎吗？这人都哪去了？司仪呼叫，呼叫伴郎伴娘，呼叫伴郎伴娘。伴郎收到。伴娘收到。是这样啊，明天呢咱们就是婚礼了啊，今天彩排咱们非常重要啊，你们作为伴郎伴娘，你们是伴郎伴娘。你们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啊，这样咱们催一催亲朋好友好吧。行，宝宝，今天你穿这身真好看。男人。不是，哎，伴郎啊，你知道新郎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、啊。你肯定不知道啊，你心都没在这儿，抓紧找啊！哎，找找找，是找是找。还有那个音效老师啊，我们这是个中式婚礼，放什么西方音乐呢？啊，给我干行活儿！哎，瞅我是不是？咱瞅我来，哎，瞅我来来来来。唯一啊，你，唯一，好兄弟，咱明天就要成家了，今天出家不太好吧？别说话，我在许愿呀、啊。许什么愿？哎，我就是想我爸了。我爸生前最想看到我结婚了。他今天要是在这儿就好了。兄弟，你放心，老爷子在天之灵一定能看见。你在这歇会儿啊，我去看看豆豆。嗯。凌峰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天使。天使？这么说，我许愿成功了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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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谢了，你过来扶我一下来。来来来，天使哥，我感受到了你的虔诚，特来完成你的愿望。你的愿望是见到自己已故的父亲，没错吧？对，可以吗？当然。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去死。等一下。你是魔鬼吧？不是啊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过去见我爸啊？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爸过来见我呢？哼，让你爸爸过来见你，我就知道很难做呀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啊。嗯，那之前那几个人我都让他们，哦，你就是魔鬼吧。那现在新的问题产生了，你的父亲现在只是一个意识。什么意思？他需要一个载体。载体？来，让我来帮你想想看，是让他附身在那个电脑上，嗯，还是附身在那个灯泡上？啊，哎，要不附身在对面那栋大楼上好了。你爸爸太大了吧？我爸爸也太大了吧？那你要怎样？他就不能简简单单的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吗？附在一个，哦，还可以这样的。那之前那几个人我都啊，你绝对是魔鬼啊！你爸爸来哟、啊！凌峰，你没事吧？老少爷们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输了可都别走，看我清一色自摸我牌呢。老张。儿子，爸，儿子，爸，臭小子，爸，你干啥？你才30来岁啊，你怎么就到我这儿来了？不是我到你这儿来了，是你来我这儿了。我来你这儿了。老张，我是天使，是因为您儿子许了愿望，所以你才能重返人间呢。谢谢天使哥。还有啊，你的，我好想我奶奶啊。
他要是在这儿就好了的许愿订单即将超时。我订单要超时了，不好意思，回头见啊。电视哥，你慢走。爸，儿子，爸，儿子。哎，那个新郎官啊，我还是有点正事的。司仪，快看，我爸。啊，他不一直是你爸吗？嗯，你也是他爸。父子局我知道，大家都是好爹们儿。是这样，咱得说正事啊。他真的是我爸。你俩是我爸。这都啥时候了啊，你们还在这玩儿。你作为新郎官你咋一点不着急呢？人还没到齐呢，没人管酒席了，要不你换司仪呢？可是你是最专业的呀。我再去忙碌一下 Selina double check 一下我的 case。 小子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你是新郎官。对，爸，我要结婚了。太好了。嘿，那爸这不是就能参加你的婚礼了吗？我许的就是这个愿呀。愣着干嘛呀，开始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。怎么呢？今儿呀是彩排，哦，明天才是正日子呢。哎呀，那爸得好好捯饬一下。喂，哎，对。儿子啊，不对劲，我这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好久不见左凌峰啊。Hello， 凌峰。哎，不，我是凌峰啊。嗨，附在这小子身上了。爸，欢迎回来。哎，孩子啊，有空告诉你哥们儿。嗯，妈，凌峰痛风啊。我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年轻人代谢快。好了。来，抱一下。哎，来，啊，不是这样，小时候那样。那不行，你多大了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抱不动。不是，凌峰健身。这臭小子他还我。试试来。正事儿，我还是得给你。打扰你们了，回来孩子啊！今天我高兴，干啥呀？给你也来一套来。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哎，你这个不放羊！哎，行了，干啥呀？不能干点正事儿啊！你们要再这样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司仪我干不了了。可你真的是最专业的呀！我去催催新娘子。孩子，嗯，还没问你呢，这新娘子叫什么呀？管乐。管乐。人怎么样啊？爸，您放心，您儿媳妇呀特别温柔。啊，烦死了！催催催催催催催，我这礼服到现在都没送到，那边就一直催催催，催什么催呀？为什么催呀？为什么？这就是儿媳妇儿，她其实儿媳妇儿，她其实平时也不这样了。我哪样了？好，真好，真性情，叔叔很喜欢呀。有病啊，凌峰！我跟你说，老娘现在气儿不顺，别惹我啊！到哪儿了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凌峰健身。啊！烦死了！催催催！我上个厕所，这司仪就一直在这催，为什么催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一定就是管乐的父亲。臭小子，不认识我了？这都说女儿随爸。看咱们管乐长得这么漂亮，肯定是随他妈妈。那嘴要不会用你就劝他。凌峰啊，怎么跟叔叔说话呢？是啊，怎么跟叔叔说话呢？叔叔好。哎，那个叔叔坐啊，坐。嗯，叔叔哪年的？啊，63年的。啊，63属兔，我属猪，啊，那你得管我叫哥呀。啊，这屋都这么论吗？啊，那我别管你叫哥了，我直接管你叫爹就完了。那不合适。那有啥不合适？咱俩谁是谁的爹？没玩吗？不，来来来，我教你。来来来，咱俩谁是谁的爹？咱俩我是你的爹，咱俩谁爹谁儿子？咱俩你爹我儿子。会来了。好玩吗？
他带我玩的。你跟他玩是吧？你也跟他。我爸，我跟你说了，把这套衣服换下来。哎，月儿啊，爸不想穿那什么新中式，我就想穿潮牌。换下来，干啥呀？换下，烦死了。青年，再聊两句来。左凌风，还玩是吧？你也跟他玩啊？我哎，儿媳妇，你烦死了啊！哎、媳妇儿，我、哎、爸，别叫爸了，再这么叫，今天婚礼都得叫黄了。这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没看那新娘子都生气了吗？不是管乐，他平时不这样，他就是有点娇。怪我。见着儿媳妇和亲家太激动了，都忘了自己是凌风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不是你爸了。那你谁啊？好哥们儿，痛风的凌风啊。这，我现在就是左凌风，左凌风就是我。现在来了，谁都不能打动我。儿子，你看妈这身衣服怎么样？妈。发生啥事了？跟阿姨说说，怎么了，凌风？怎么了？妈，妈，没事儿、啊。那个啥呀，凌风啊，他就是看着我结婚，他开心，是吧，凌风？是。好孩子。阿姨好。哎，哎呦，阿姨，您都到了。哎，豆豆。哎，对了，豆豆，看看你们家凌风哭了。哎呦，宝宝，怎么了？哎，姑娘，可不行动手动脚的啊！阿姨，你千万别误会啊。嗯。你谁呀？啊？男人，哎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，凌峰的女朋友了。哎呀，那咋办呀？哎呀，凌峰啊，还不赶快去哄哄人家，去逗逗豆豆。那谁是豆豆啊？愣着干什么呀？追呀！哎，那我去追他。你就别去了，要不然更麻烦呀。这是那我不去了。唯一啊。严叔叔，嗯，那个彩排什么时候开始啊？那个马上，您先坐会儿，您先坐会儿，来，跟我上去厕所，走走走走。多大人了，还上厕所？怎么样，老爷？我这身衣服怎么样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穿着不好看的衣服。哎，咋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这颈椎，哎。哎，别玩了，你看露一笔，行了行了，收起来收起来，露一斤了你这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玩了。爸，嗯，我没来得及跟您说，现在说也来得及。我妈她算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了。爸，您生气了吧？没有，可以理解。只要她对你们娘俩好就行，不要故作坚强了。你看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，你可别插手。你们干嘛？不是，严叔叔，凌峰啊。哎，小绿花，行了，别玩了，我行了。行了，管你呢，你别打算了。严叔叔，哎，我忘了，在哪儿高就啊？中科院嘛，好单位呀。那现在也该退休了吧？我们院士呢是70岁退休。哎呦，哦，啊，那贵庚啊？今年69年的嘛。哎呀，咋的了？这孩子这69年小屁孩，他得管我叫哥。对，爸，你赢了，咱多少占个岁数。那是，要不我走得早呢。好了。哎，你说啊，他对你们娘俩怎么样？就那样啊。好好说，凑合。说实话，特别好。哎，那个，来，新郎官，快看谁来了？嗯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妈，真漂亮！好看呐！这老盆根子，是漂亮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是这样啊，
我看这人都齐了，要不咱们开始彩排呢？好，开始，开始啊，开始！我宣布，咱们的婚礼彩排正式。天师哥，你咋了？着急忙慌的。来，我扶你。哎，不，不想欠你的人情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，要跟二位同步一下。您说，就是老张留在这儿的时间啊，只剩不到十分钟了。嗯，拜拜。你给我回来！什么意思？附身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。你刚才没有说过。我应该已经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孩子，不到十分钟，那怕看不上你的婚礼了呀？这是，这参加婚礼十分钟也应该够了吧？你上一边去。参加婚礼十分钟应该够了吧？你上一边去。我上一边去。爸，啊，把林峰的电话给我。啊，这。哎，这个是吗？对，来，把这个红包拿着。我拿红包干嘛呀？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时间不太够吧？啊、滚！哎呀，大家开始吧。那个，家人们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咱们今天已经 delay 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明天呢还得早起，对吧？哎、我提议咱们一会儿加速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来啊，咱们各就各位啊，婚礼彩排正式开始啊！来，等我了，给我音乐起，来说词儿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一对新人的婚礼。快点！他们的爱情走过四季，走过春意盎然，走过夏日的烈日炎炎，再快一点！走过秋天的累累硕果，走过冬天的白雪皑皑。他们继续，他们互相陪伴，他们互相陪伴，他们互相腻腻，咱们都在一块，就咱跨过这一块的那个，你要不许要的话，对，直接请新娘。看呐。我们的新娘在她父亲的带领下正朝我们款款走来。媳妇儿，咱们这一趴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太好了，我一对事儿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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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继续，没事儿吧？来，我们继续。下一个环节就是卖火盆。来，跳过。咱们迈过了火盆，开始跨马鞍。来，跳过。跨过了马鞍，牵绣球。来，跳过。好球啊！他们接下来拜天地，还拜不了哥。儿子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啊，对，拜天地肯定是要拜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拜天地啊。好，这一对新人开始拜天地。等一下。我突然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电话，你们稍微等我一下下啊！着急是不着急？干嘛去了？等会儿啊，再等会儿。别着急。哎，啊，哎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好，我现在下去啊，哎哎，那个，我去挪个车啊。哎，大爷，来，我们继续。继续不了了，为什么？那个严叔叔刚才挪车去了，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么不巧啊！那要不就让凌峰带一下了吧？啊？对，就、我同意，就是彩排，对吧？彩排嘛，带一下位置，带一下。那就抓紧时间，带一下。对，带一下，带一下。这孩子一继续，来，音乐起，一对新人开始拜天地，一拜天地。甜甜蜜蜜，二拜高堂，龙凤呈祥，夫妻对拜，恩恩爱爱，我宣布，这也没车呀，李成了。哎呀，那个严叔叔，刚才您上厕所去了，让凌峰带您一下子啊，带您一下子。哎呀，行啊，来，还得我来吧。来，好了，您来。嗯，慢一点。哎，嗯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咱继续，下一个环节就是敬茶改口环节。那这个敬茶呀，肚子不舒服呀，对不起。没事的，儿子。来了，吃啥了？等会儿啊。哎，我下去了，刚才没有。哎，好，我下去啊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还得下去一趟啊。老杨，那你多少辆车呀？到底？来，继续啊！不是那个严叔又挪车去了。哎呀，那这个……那我建议那个什么凌峰给带一下吧。好吧，你听见了？来，你老当爹，来来。嗯。
下面开始进入敬茶改口环节，两位新人请敬茶。爸，请喝茶。哎，没带红包，回去假装一下行，明天正式给。明天给爸，明天正式正式的。好的，改完口敬了茶，未来的生活要啥就来啥。两位新人继续敬茶。爸妈，请喝茶。哎，这家我这紧赶慢赶的。怎么还把茶干没了呢？改口敬茶叫爸妈，未来的生活顶呱呱。好，好，都假的，红包也是。严叔叔又让凌峰带来一下您哈。啊，没事，明天那个红包啊什么，明天再给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今天没准备啊。来，拿着。真的红包？不是，那个左卫峰，点我呢。不是，老严，这事儿你怎么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没喝着茶呀，我。那个，严叔叔，明天都是您啊，都是您啊，让凌峰带一下子。行，来吧，孩子，我来吧。您来，您来，您来。对不起啊，严叔叔。没事，没事。来，继续。下面一个环节是感激父母恩。父母发言。哎，真吃坏肚子了，肯定是发言了。嗯，你是不是又得出去挪车呀？挪不挪车我不知道，我手机关机了。就回来了，继续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维先生的父亲杨佩伦先生上台发言。我大概明天就是这个位置吧。啊、明天你就站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啊，行，然后我就尊敬的，巴拉巴拉的，对对对，可以，行，那就行了。是是是是，对对对，你今天就演练一下，要不然你明天紧张。妈呀，我还能紧张啊？哎呀，你干啥？你干啥吧？赶紧。行行行，我来。哎呀，快点吧。你看虽然呢我呀是唯一的继父啊。但是啊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唯一当作我的亲生父亲。就这个朋友。老爷，你俩谁是谁的爹？你准备，你根本没准备。哎，这样这样，我提议啊，咱们这个发言让凌峰带一下。好啊，好吧。哎，对，这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严叔叔让你来，你就来嘛。哎，凌峰，这样你就发言，你正好启发启发我。对，给你叔叔打个样。对，假如你是我爸，你会跟我说啥呀？假如我是你爸，我不能。我想听。那唯一啊，我就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你现在觉得自己快乐吗？嗯，算得上幸福吧。身体还健康吗？嗯，那还有什么遗憾吗？没有了。那我也就没有遗憾了。所以唯一，彩排快开始了吧，都快结束了。结束了？对呀、啊。豆豆呢？生气了呗。
谁惹他生气了？你呗。我惹他生气了。回头我跟你解释吧，赶紧追去吧。那去吧。等等，这孩子这四爷那，哎，那这样。这个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好吧？明天一早还得接亲呢，大家休息，对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家人们。服务员，点菜。至尊宝为您服务。给我。你干嘛去了？刚才隔壁厅一直在叫服务员，您是？我点菜啊。哦，您是客人是吧？不好意思，穿得跟我们家服务员似的。您吃点什么？鸳鸯锅套餐。哎，得嘞。就你叫至尊宝是吧？啊，我记住你了。军师联盟。欢迎光临赤壁厅就餐，祝您红红火火，鸿运当头。我是赤壁厅的专属服务员，至尊宝。请问您现在点餐吗？啊，我一会儿再点吧。那行，菜单给您搁这儿了，你有事叫我。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大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我怎么跟你说的啊？我今天要约会，要浪漫，我让你给我订个西餐厅，你给我订一什么厅？我赤壁厅，还至尊宝，这根本就不配套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现！哈哈哈哈！主公莫慌，微臣驰骋情场多年，今日一战必助你大获全胜。兄弟，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自你对小婉姑娘一见钟情已经一年多了吧？你好好说话，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下来。一年间，你面对这段感情优柔寡断，两人关系毫无进展，是或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叫你来帮我嘛。那你说我一会儿该怎么办呀？我要不直接跟你表白吧？你喜欢他吗？你这不废话吗？那你确定他喜欢你吗？我不太确定。是呀，你都不确定。你表白万一被拒绝了，是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不至于吧。孙子兵法有云，谋定而后动，先胜而后战。战什么战？我这谈恋爱又不是打仗。胡说八道，恋爱就是一场战争。兄弟，这受了多少情伤，都让人伤魔上了。人小婉马上就到了，你能不能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一下？干嘛？有人。
不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 ？Hello， 林峰。Hello， 小婉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被家去拉班班去拉家，拉去加班去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要是上忙特别班的话，一会儿咱撤完了，你可以先吃。先坐吧，先坐吧。好，赤壁亭。啊，哇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婉，你先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。他快到了，他已经坐下了。啊，小婉，这是我好哥们张唯一。小婉姑娘，啊，你好。你别见怪啊，他这人平时穿衣服就是有点啊，古风是吧？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，帅的。好高的情商啊！我的好可爱啊，我不行了啊。哎，我现在该干嘛了？点菜啊，让他先点。小婉，你看一眼菜单，看看想吃点什么啊？哦，好好。这有何深意啊？主公，你吃不了辣。如果小婉姑娘点菜不辣又不贵，正说明她一心为你。哦，此乃投石问路之计。啊，我吃什么都行，你点吧。好一招反客为主，这招也不行啊，你这计啊。木火，让我来点。服务员，点菜。至尊宝为您服务，给我你干嘛去了？刚才隔壁厅一直在叫服务员，您是？我点菜啊。哦，您是客人是吧？不好意思，穿得跟我们家服务员似的。您吃点什么？鸳鸯锅套餐。哎，得嘞。就你叫至尊宝是吧？啊，我记住你了。哎，唯一跟我的一个朋友特别像，是吗？都挺有性格的，我都担心他嫁不出去。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这个人吧情商比较低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情商怎么又变低了？我的好可爱啊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。开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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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红火火鸳鸯锅来了。哎，哎哎，辣锅冲哪儿啊？啊，冲我吧，他吃不了辣。啊，菜马上就来啊。兄弟，你品出什么来没有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主公切莫轻举妄动，在刚才短短几分钟之内，他分别使用了反客为主、无中生有、指桑拉槐，好一套连环计。喂，你在说什么？此女绝对不简单，背后必有高人指点呢。你想太多了，别一惊一乍的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呢？我这哪儿还有别人呢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！婉月，我朋友来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不是说好了今天来当你的军师吗？那你这有点太吓人了吧你？主公啊，我们中埋伏了。嗯，好一张瞒天过海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了。我确定他喜欢你。你真的？我全都听见了。死样儿。那我去表白吧。不可不可。为什么呀？谁先说谁就输了。小婉姑娘，哎，这位是？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好朋友管乐。啊，管乐是吧？你好你好，我是林峰。这是我哥们唯一。他俩穿的还挺搭。你咱们先坐来。先坐吧先坐吧。咱们人齐了，先提一杯吧。你就是林峰是吗？是。总听小婉提起你。是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喜欢小婉？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他问到我脸上来了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出来了。不行，谁先说，谁就输了。那我韬光养晦，卧薪尝胆。我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。林峰喜不喜欢小婉不重要，反正小婉也不喜欢林峰吧。救命救命救命，他扎到我心里来了。我想说我想说我要说。
支支吾吾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。开个玩笑，何必认真呢？坐。我是青青菜，坐。还是催一下吧，坐。干嘛催呀、啊？已经很坏了。我又不是真的会法术，真的是。喂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林峰，你这料里边怎么有辣椒啊？嗯。哦，你吃我这个吧，我这不辣。哦，谢谢。小婉是知道林峰不吃辣的啊。对。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因为我喜。喜什么？小婉，你糊涂了！我当年就是犯了这样的错，我们女孩就不能太主动啊。那怎么办？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，看我的！喜什么？喜不得绿在我卡里，他们这些喊苏，他们这些喊苏。哦，我踢一杯啊！兄弟，刚刚那一趴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一招莫名其妙，事情变得有趣了。来，小婉吃个虾。哎，他不能吃虾，他海鲜过敏。你怎么知道他海鲜过敏啊？因为我洗。洗什么？周公大义啊，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，谁先说绝对没有好下场啊。那怎么办？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。莫慌，看我斗转星移。喜什么？喜不能喜错的喜不得绿在我看的当别生喊苏喊苏。你的那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？想学啊？啊，加个微信，回头教你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哎呀，这空调开这么冷，你还扇扇子啊？啊，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。哎，小婉，你冷不冷？你披我外套吧。哦，你呢？我不冷，你没事，你披上吧。谢谢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手，哎呀呀呀！怎么了？你干嘛给他披外套啊？我怕他感冒啊。感冒就感冒呗。感冒难受啊。难受怎么了？反正你又不喜欢他。我没说我不喜欢他呀。那你就是喜欢他。周公，兄弟，我要怎么回答？我默认了，我竟然中了他的美人计，难怪他要加我的微信呢。那我帮你把他删了。不可，我想留着。主公，今日你我兄弟二人共病丧于此，今生与何商量啊？罢了，我说，我全都说。他们，我还有锦囊妙计，待我釜底抽薪。张小婉，哎，我在。听闻。你曾经有一段7年的恋情，最后无疾而终。今日对我主林峰扭扭捏捏，你是不是忘不了那个男人？一派胡言！啥时候的事儿，你都没跟我说过。那时候咱俩还不认识。没事，我不在乎。扶不起的阿斗啊！既然背景调查，谁没有啊？左林峰。弄的。好嘞。传闻你上次分手之后至今单身，今天对小婉支支吾吾，是不是忘不了上一段感情？我是。哎，我不是。不是你就跟他说。我说什么呀？说你喜欢他。说你喜欢他。你先说。你别勾了我。谁勾了谁呢？咱俩这。行了。别闹了吧。吃饭。哎，红红火火给您加下汤来。给您加下汤来。哎呦，碰了吧？哦，没事。
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现在感觉不到疼，你赶紧摸耳垂，摸耳垂能好点，能降温。你赶紧摸耳垂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我要不让冰块给你拿点服务员过来。我说呀，说呀，你先说，你先说，说出来，说出来，说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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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实话。我喜欢你。咱俩算平手，那你愿意？我愿意。那你可以？我可以。你可以什么呀？我什么都可以。什么时候能吃他俩的喜酒？那吃喜酒总得先结个婚吧？结婚？那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主公，你干嘛呀？主公，你且稍坐，待微臣为你打出一片江山，看我给你拨出一个未来。至尊宝。击鼓助阵。关月姑娘，你我虽一见如故，但无奈各为其主，得罪了请吃饭。婉月，你是希望他们二人白头偕老的对吧？那是自然，所以有些事情要先说在前头。同意。张小婉，哎，我且问你，以后袜子谁洗？我洗。不可。左凌风，以后地板谁拖？我拖。不可。张小婉，以后一周我跟我左凌风可以喝几次酒？看他喝完酒后几点回家。十点之前。太早了太早了，菜还没上齐呢。张小婉，我再问你，吵架谁先道歉？谁错谁道歉。左凌风吵完架第二天要不要哄人呢？吵架就不能过夜的呀。那他做不到的事情能不能别随便承诺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他能不能每次吵架别总玩失踪？别闹了，咱吃饭吧。坐。这事儿跟你俩没关系。他能不能别总是把分手挂在嘴边？他能不能吵架的时候别只讲道理？他能不能别总是敷衍我？他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？谁会否定你啊？你没经历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历过？你了解我吗？那你了解我吗？你让我了解了解了。怎么了解？谈恋爱吗？来呀谈呀。来呀，谁怕谁呀？谁先说呀？谁先说谁就输了。我喜欢你。
你先说说我爸吧。你爸咋了？他说他是卧底。老张，你跟孩子这么说来的？就是呀。你的纪律呢？对不起，长官。是吗？高考终于结束了，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吉普岛的好天气喽。哦，烧饼哥，哎，过来。哦，低一点。哎，昨儿高考数学第六题，你填的什么呀？我选的 C 啊。你呢？我填的六啊。没事。老师应该能猜着。你干嘛去？我刚考完英语回来啊。高考有英语？这上午还有综合呢，你今儿都没去啊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啊，我爸老烧要是问你，高考就两科，体育和数数。清楚吗？清楚了，他这么问我就这么说。那烧饼哥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回来。你没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真没事儿。我真没事儿。甭管发生什么咱都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也没事儿。实在不行，我找一个文化有限公司上班去。跳楼。算了，还是吃地三鲜吧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汤成回来了。爸，考得怎么样啊？哦，考得还不错。那就好。张成啊，坐。爸爸有话说。哦。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，那有些事儿呢，爸爸也就不瞒你了。其实，可能你已经发现了。等会儿，爸。我该不会是个富二代吧？对不起，爸爸没这个本事。没事。那该不会是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很多钱吧？爸爸也没有那个本事啊。那该不会是你跟妈妈的事儿吧？是我和你妈妈的事情。我们呢？等一下，我这高考虽然考完了，万一没考好要复读怎么办啊？你数学第六题选了什么呀？选 C 啊。哦，那不会复读了。啊，这道题这么重要吗？这些年我和你妈虽然有感情，但是我们立场不同，所以今天这个决定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。爸，其实你跟妈妈的事儿我早就有预感了。对不起，我是卧底。我知道你是什么。我是卧底。爸，你卧底谁呢？你妈妈呀。卧底妈呀。张成，你妈妈呢？她其实是毒蛇帮的二当家。这些年我一直卧底在她身边，就是为了搜集证据，好一举剿灭毒蛇帮。爸，不用担心我，证据已经搜集齐了，但是我怕影响你高考，所以今天才告诉你啊。爸，你喝假酒了吧？你是个会计啊。我明白，这件事情你很难接受，但是爸爸也没办法，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，我必须回警队复命了。您要换鞋是吧？喂，啊，那是个电话吗？总部003号任务已完成，下一步请指示。是，是，所以说是我打错了是吧？啊，是打错了呀。是，打错了就别跟他们聊了。卖了真难听。那就早点挂。张成啊，爸爸不在的时候，自己一定照顾好自己，知不知道？有时间我一定回来看你。那爸爸先走了啊。等会儿，你怎么可能是警察呀？别开玩笑了。张成。总而言之呢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要学会接受，知不知道？我不接受啊。张成在家吗？烧叔叔。张成，我们家烧饼说今年高考就考两科，是真的吗？那数数是不是有点？先不说这个了，你先说说我爸爸。你爸咋了？他说他是卧底。老张，你跟孩子这么说来的？就是呀。你的纪律呢？对不起，长官。是吗？长官，既然高考已经结束了，我希望孩子可以知道真相。胡扯！
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干嘛拖到今天才说？高考不是昨天就结束了吗？肖叔叔，其实啊，你的爸爸他真的是一个警察呀。他哪儿像个警察了？他是个会计。你不相信？没事儿，003号到，下去，立正，倒立，蹲下，握手。像警察吧？像警犬呢。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会计，他的笑只是他穿的饱和色。我爸给五月天当会计呢，他每次出任务都极为的优秀，以至于他在警界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，张会计。他就是张会计。所以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？我这怎么可能是？这是信，信就好收。对，哎，对对，肖叔，你也喝假酒了吧？叔，你电话。喂，啊，这是统一发的吗？什么？没有人啊？不应该啊，你确定吗？是案子不顺利吗？放外卖架子上吧。是外卖呀。多少方的证据搜集的怎么样了？搜集齐了，长官。好，收队。是。等会儿，不说清楚谁都不许走。张成。总而言之呢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一定要学会接受，知不知道？还有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替我们保密。爸，我这怎么可能会接受呢？我回来了。妈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哎，你赶紧说说我爸爸。又怎么了？他说他是卧底，说你是毒蛇帮的。哟，我说你老大不小了，老跟孩子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。妈妈，张成，你嘴也太松了吧。长官，你在灯里藏好。长官，说到嘴松啊，你跟你儿子可真是虎父无犬子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孩子，妈妈有话要跟你说。今天你数学第6题选什么？选 C 啊。那我继续啊。这是个什么题啊？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，有些话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毒蛇帮的人。啊？你啊什么呀？高考是今天结束啊。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。干得好，老张。孩子别怕，我这就联系特战队。还有特战队？孩子别怕。爸，你这甩棍藏鞋里，他不硌脚吧？张成，今天警队和毒蛇帮你只能选一边。我哪边都不想选啊。孩子，来妈妈这边。毒蛇帮给你买漫画，警队给你买习题，毒蛇帮给你买游戏机，警队给你报补习班。爸，你这是给我往毒蛇帮里逼呀。那就没办法了，看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棍快。爸，枪快。五步以外枪快，五步之内又快又准。看来这个局面我必须出手了。你不能只出手啊。长官，你枪呢？忘带了，特战队马上送枪过来。孩子，帮妈妈拿一下包。哦，电话在包里吗？喂，我就多余问。我挨家呢。啊，快来吧。好嘞。毒蛇帮老大要来了。这毒蛇帮听起来也不像个大帮派啊。那就看看我们谁的人来得快。谁？特战队已就位，请求闯入。批准。爆破准备，3、2。我家门没锁。好嘞。长官。烧饼哥，你是特战队员？怎么可能？我就说嘛，我是特战队长。小妹，枪带来了吗？带来。爸，好嘞。张叔，多谢。阿姨，哎，他不用，阿姨这儿有。谢谢阿姨，谢谢。烧饼，给总部发电报，毒蛇帮的二当家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请求支援。收到。这还带了个电报机吗？发送完毕。这次你跑不掉了。我这句不用发。我这句，哎，你非得每句都发吗？我这句就更不用发了。
烧饼哥，你这样我真的很难相信你是个特战队啊。什么？你不信？没事儿。打竹板这个真清脆，表一表英勇善战的特战队，上高山下火海。这个说毒蛇怎么赞毒蛇，这个毒蛇帮啊那个了不得，人又美又有枪，万古流芳毒蛇帮。爸，不错吧？哎，我儿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哟，老烧，你这儿子可真行，还有个特长啊！是练好久了吧？啊，咱家张成那钢琴也不错。特别提那钢琴了，落了会了都。你也不盯着练？我盯着什么？我一天我得上班。哦，我就不上班了。你瞧你那样，我怎么了我？得亏我儿子个儿不随你。哎，你这嘴就是太毒舌你。我毒舌什么呀？毒舌，毒舌帮饶不了你。警队怕你吗？这是怎么绕回来的？孩子，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往后你就跟着妈妈安心上大学，好好读书。叫长官快点跑，毒蛇帮老大他来了，叫救援还挺悬。是毒蛇帮老大。老爷，爸，闺女，小舅，爷，姑爷，姐夫，儿子。老爷小舅，你们干啥呢？别叫我老爷，叫我毒蛇帮大当家。别叫我小舅，叫我毒蛇帮三当家。那这毒蛇帮的高层都到齐了呗？我们毒蛇帮倾巢而出了。那就会被一网打尽呐！看这情况，你们是都跟他摊牌了是吧？所以这成儿刚刚高考完，你他就已经把……你看一下我。所以，成儿，你已经接受这一切的真相了是吧？我没接受。好吧，把我的电话拿过来。哎呀。你在干什么啊？这真的很难解释。刚才爸爸跟妈这不一个样吗？哎，啊，你们人都已经等会儿选 C， 你们人都到齐了是吧？包围整栋单元楼，别放过任何一个人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哼，这可不是谈判的态度吧？把武器放下，别伤着孩子。好。那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发。一、二、三，暗器不算武器。真赖！孩子，把枪拿过来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，你个废物！你干啥呀？交出证据，把行李给你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你把行李给我，我再给你证据。交出证据，我再给你行李。爸，就把证据给他们呗。我证据在行李里。那就是没得商量了哦。那咱们玩个游戏吧。狙击手就位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指谁打谁。哎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下一个该指谁呢？小舅，你看起来好危险呐、啊！我可太危险了、哎，是不是都很怕我？怕死了！不许动！你们已经被特战队包围了，赶紧投降吧！哼，问问我的狙击手答不答应啊？狙击手，回话。狙击手，狙。狙击手已经被我干掉了。掉了，掉了！小兵哥，小心啊！管好你自己吧，我有人质。放开我儿子！你放开我弟弟，让你弟弟放开我孩子，放开我的孩子们，放开我的邻居们！成儿，总而言之呢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，你总该接受了吧？我接受啥呀？那就没招了。毒蛇帮在，特战队有，太整。
后你就是大人了，不管你选哪边，妈妈和爸爸都支持你。孩子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但是我们相信你比我们强。张成，张成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罩着你，没事儿。爸，那你还会回来看我吗？那就得看你妈妈的了。但是爸爸会努力的。哎，这孩子啊，应该是相信了吧？啊，您二婶，您婶，辛苦了，老少。哎，赶明儿再来。哎，辛苦啊，小寿啊。啊，高考试就考两科。哎，这他没上过大学。爸，我决定留在妈妈这边了。我会照顾好她的。我知道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接受了。就算你们两个要分开了，你保重。你也保重。什么心绞痛？爸，咱们电话说。张成，爸爸以前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但以后我会努力的。爸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一个好警察。爸，那要照这么说，咱们家真是毒蛇帮。你别整了，你出戏吧，孩子。吓我一跳，整得跟真的似的。这玩意儿，这是……老爷，真是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老爷，稍等一下，都结束了，不是，姐，回来一下。哦，第六题是这个，选六这还行。这好，按六啊，按六。我冷冰凝，爱与梦翠霜，向你发誓，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。哦，我已经两个人知道了。真是个小傻瓜呀！哎，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我也知道了。绝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。全车厢都知道了。可是我好了，我相信你。双儿，谢谢你替我守住秘密。哎，没守住啊。谢谢你。守住！少爷和小姐，太好了！赵小姐竟然答应了我一同出游的邀请。真是没想到啊。是啊，少爷，谁能想到呢？你这啥意思啊？哎呀，赶紧的吧，火车快开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东西从哪里上？哎，你跟我来吧，你。哎呀，哎吧，哎，双儿，快点的吧。小姐，不然我帮你拿吧。哎呀，算了。你身体不好，你能活着我都谢天谢地的了。快点的吧，火车就要开了。喂，小
姐待我果真是情深意重。就是这儿了，少爷，那我便把行李放在上面了。好。解袖子呢哈。是的，少爷。拉倒，我自己来吧。放手，这不是你该做的事。哎呀，再来一声。啊，就是这儿了，让开。喂。喂。哎呀。啊，谢谢啊。刘波，赵娟儿，原来这位便是少爷口中所说令你茶不思饭不想的赵小姐。哎，你说啥呢你？不好意思啊，娟儿。没事。这是我府上的管家龙傲天。啊，好特别的名字。是，只是平平无奇的名字罢了。我相信赵小姐的名字。哎，轮得着你问？我叫赵娟儿，这个是从小跟着我的丫鬟，叫冷冰凝，爱与孟翠霜。雪花膏啊！郭少您好。你好，冷，冷啊。叫小霜就行。小霜。娟儿，快坐。哎，你也是。谢谢你邀请我出来游玩，我一直都特别想去胶州。你喜欢就好。喜欢。我哎，傲天啊，小双啊，倒点茶水，拿点瓜子。是的，少爷。哎呀，你这丫头为何如此莽撞？分明是你走路不长眼睛。喂，明明是你蛮横不讲理。第一，你好无理取闹。第二，我不叫魏，我叫冷冰凝，爱与孟翠霜。第三，第三这么短吗？看在你身体抱恙的份上，我不与你纠缠。可恶，又是熊猫血。你俩身体要都这么不好的话，先坐着歇会儿吧。多谢小姐关心，待我先去给二位沏茶。不必了。小姐素来只喝双儿泡的茶，那倒也是没关系。娟儿，咱聊咱。怎么了？抱歉，小姐，是双儿没用，竟让这茶水打湿了衣衫。啊，没事儿，包里有新的，你去换上吧。啊，还可以这样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真是个笨丫头。不是，这孩子包没拿呀？你是，喂。啥小姐？潇洒，啊，真是潇洒！让你见笑了啊！不会，娟儿。哎，你心眼真好。嗨，我自打见到你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。小姐，哎，我这样穿行吗？这。这还是那丫头吗？没变化呀。你精神病啊？这不跟刚才那件一样吗？我好像是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怎么说呢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啊，对，娟儿，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，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敢问姑娘的芳名是？你可真敢问，小双儿，小双儿，我都叫半天了。让我猜一下。还猜？你叫？小霜，对喽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说的。那你猜猜我叫什么？我猜呀，你叫龙傲天，我呢叫赵娟儿。哎，你不会就叫刘波吧？真不愧是少爷。娟儿，咱聊咱的。好。哎，这次去胶州，你最想玩点啥？等到了胶州，我想去海边看月亮。月亮，大月亮。嗯，娟儿，我就很少出门赏月。吓我一跳，谁问你了？为何？他问的。我怕黑。他一个184孔武有力的大男人，竟然怕黑。可恶，被他知道我的秘密了。这不是
你自己说的吗？小姐，你听到了吗？嗯，他怕黑，他怕黑。你不许嘲笑我。好了，我冷冰凝、爱与梦翠霜向你发誓，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。哦，我已经两个人知道了。真是个小傻瓜呀！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我也知道了。绝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。全车厢都知道了。可是我……好了，我相信你。双儿，谢谢你替我守住秘密。哎，没守住啊。谢谢你，没守住。多气人！你不客气。这样，作为交换，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小秘密吧。这家伙太有秘密了。洗耳恭听。其实从小我便有一个梦想，便是身体健康顺遂。但我们家一开始，然后，最终。咋的了？你已经遭过如此苦难。哦，你俩对话令我混乱。爸，梦想终究只是梦想罢了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也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跟刘波好好聊会儿天儿。是，同一节车厢，不同的梦想。对不起，少爷，是在下僭越了。抱歉，小姐，是我失礼了。没关系，要不你俩先去旁边休息会儿吧。你说说这两个人，这些话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好不害臊。是的，胆儿多大，但可能这也算是勇敢吧。这是勇敢呐、啊，勇敢。娟儿，哎，我想跟你说，其实我一直都是独身一人，这些年做生意我赚了点钱，我就是想和你说、我就是想跟你说。你龙傲在天上飞，双儿在地上追。你还给我。这是写给我的。不是。我对他一见钟情。这就钟情了？可我只是个丫头，而他却是个管家，我们的身份太过悬殊。并不悬殊啊。我都是乱写的。只有超级大笨蛋才会喜欢你。难道你不是超级大笨蛋吗？哎呀，我不是，而且我们两个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。阻碍在哪里呀？双儿，不，这是要干啥去呀？这是啊。这剧情发展的太快了，变成傲天在地下追了。波儿，你刚才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？对，娟儿、我想说，你送我的怀表我一直带着，这次我约你出来玩，我就是想和你说。双儿，哎，二位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？她大概这么高，齐刘海，大眼睛，不在这儿，她叫冷，冷冰凝，若雨若冰霜。对，冷酸凝智取王世昌。昌儿。这要是能找着才怪呢。这说了句啥？那个波儿，你接着说。娟儿啊，这次我约你出来玩，我就是想……前面啊都不重复了，直奔重点。娟儿，哎，我就是想对你说啊。其实我一直什么？怎么那个车厢下雨了？我就知道，傲天他不会来找我的。他找我了，他闷儿哇，齐刘海，大眼睛。我们两个人此生注定不会再见面了。你俩要是不火就能见面。那个时间紧迫，波儿，你赶紧说。双儿，我感觉到你就在我身边，他就在你后面。双儿，你俩撞过来呀、啊！哎呀呀！傲天，双儿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呀、啊？你还听不到吗？双儿。傲天。
爽一点，这点过来呀、啊，这儿，你赶紧的继续啊！对不起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俩的错。我不该逃跑，我不该任性，我不该让你担心，我不该让你难过。我俩就不该带你俩出来。冷冰瓶瓶曲开，双儿就对仨字儿，你可知道？你离开的这一分钟，我仿佛度过了60秒。这啥意思啊？纯纯的废话！别推我，别推我是谁？这是哪儿？这怎么还失忆了呢？说吧，小姐。哎呀，还好还认识我。哎呀，我们这是快到胶州了吧？这都记着呢。双儿，你好过分，你好残忍，你好点了没有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傲天啊。傲天，傲天，傲天，傲天。双儿，你都忘了吗？我们的相遇，我们的秘密，我是你的怕黑傲天呐！别忘了，这么多的回忆，你都忘了吗？不就是这点回忆吗？不，这位先生，你吓到我了。对不起，双儿，我只是真心希望你快快想起来。可是。想起来啊！你别着急，他那脑袋刚住，你不得给他想起来。你别着急，想起来了。这个。我是谁？你是冷冰凝爱与孟翠霜的龙傲天。那你呢？我是龙傲天的冷冰凝爱与孟翠霜。你想起来了？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来了？太好了！哎呀呀呀呀！想起来就太好了吧。你俩差不多得了。这干啥呀？这都到山海关了，半天我开场白还没开了呢。就看你们天上飞地下追的了，满火车的跑啊，完了还出车祸，车祸以后还慢动作，慢动作啊，脑袋往这一磕就能失忆了。我脑袋往这一磕，哎呦我天哪！少爷，少爷，你干嘛这样？干啥呀？光一下子，当心留疤呀。是重点吗？这个呀？你们都谁呀？什么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少爷，你认识我吗？波儿啊，你看着我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。这位小姐，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我觉得你很漂亮。那是我漂亮，我是赵娟儿啊。你是刘波儿，都忘了吧？这是在火车上。我现在几点了？别吓我呀，不然8:42。哎，这个照片儿，我结婚了。他结婚了？我也刚知道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别。哎，你跟照片上这个人长得好像啊。好像。有没有可能，这就是我呢？那，你是我的妻子吗？可以是。可是傲天，你家少爷将你忘却了。
无妨，大不了让他重新认识我一次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用真心。若他问起，我便说我是这府上新来的管家。这么说，你是刚刚搬到此地不久？是。老管家不堪舟车劳顿，女难病倒，这府上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其他的管家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少爷？啊，你还知道我是少爷呀？连上了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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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狠呐，真狠，真狠！少爷遇上了，这个大底啊，啊，这个大底啊！我不是进化了吗？我挡一下。你突然间你搞这个东西，你是啥意思？你。不挡一下啊？咱不是猩猩吗？你进化多长时间了？九年。九年，你天天就这么溜达呀？谁？我在哪儿？哎呀，我脑袋好疼啊！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感觉我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？我觉得我的脑袋里进了很多新的东西呀！哎呀，恭喜你啊！你终于醒了。我也没睡呀，我被砸了一下。这是个比喻，你没发现你会说话吗？哎，对呀。有些猩猩会在一瞬间明白很多的道理，这就是进化啊！恭喜你。向着智人的方向又进化了一步。我吗？智人？我进化了？是我们进化了。我早在九年前就开始进化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新星的觉醒，和我一起逃出这个地方。三年又三年，这都九年了。三年又三年是六年呢。你，哎呀，你还觉醒出了数学计算的能力？我可是进化了五年才觉醒出数学呀！我好像还会一点什么物理化学，但那是个啥呀？你是说你完整的进化出了数理化？那我走遍天下都不怕呀！太好，太好了！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逃跑计划就可以提前了呀！什么逃跑计划？你看那个通风口了吗？啊。一会儿我把它打开啊，你在下面拖我一下，我上去我再把你蹬上来，咱就出去了。那就是说咱们两个得互相帮助啊。咱们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唯一进化的两只猩猩，咱们必须得互相帮助啊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。老师，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说了个啥？我是不是说了个老师啊？哎呀，那是个啥呀？我怎么说了个我不知道的词儿呢？老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，老师啊，就指你很尊敬一个人这样称呼。哦，这个是人类的文化。哎，对。哦，这个东西就是进化。对对。啊，老师，你是我的老师啊！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哎，走吧，老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你知道一直老师好，老师好的感觉让人很烦躁。哎呦，我一听老师好也挺烦，是吧？这样这样，你要不然随便换个别的称呼。行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，宝藏。你咋这么恶心呢？你这个人，你这样，我比你早进化几年，你叫我哥就行了。好的，猴哥，我就叫你八戒，你就叫我八戒吧。好嘞，八戒，走。八戒，哎呀，八戒是啥呀？八戒是《西游记》里的人物啊，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刚进化呀？
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对呀、啊，哎，咋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知识点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啊，咋回事啊？你咋进化这么快啊？啊，这快吗？啊，这个速率它不符合进化论吗？进化还有论吗？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呐、啊，优胜劣汰，物种起源呐、啊。你在说啥呢？啥是物种起源呀、啊？这是 the origin of species 呀、啊。英语，你说的是英语、啊，我不是应该说星语吗？不是，兄弟。你怎么进化这么快、啊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！啊，这个知识是凭空出现的，它不断的向我的大脑内奔涌而来呀、啊，奔涌而来啊！知识怎么获得知识啊？获得知识好像是说要用功读书，啥是用功读书啊？啥是啊？啥是书啊？哎呀，用功读书。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哎呦！哎呦！这个不像你说，所以要你用功读书。妈妈指给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还留。可以。不是，兄弟，你进化这个路线相当诡异。哎呀，我唱了个啥呀？咋回事啊？我刚刚脑子里出现什么周杰伦、方文山，我脑子很乱呐。你等一下，兄弟。用书是这啥呀？这是管理员之前留下的饲养员手册，你还认字儿吗？母猪的产后护理，母猪，萨达姆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谁是萨达姆是谁呀、啊？感觉这个梗挺老的哈。老梗啊！长颈鹿的皮毛护养，不是这书上没点有用的玩意儿吗？全球母猩猩图鉴。要不然咱们看一下吧，浅看一下吧，浅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你看它的排版，你看它的行文，你看它的印刷，这个东西就是书啊。人类真是太可怕了呀！他们通过书籍和印刷术就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，难怪人类进步的这么快，我们猩猩进化的这么慢呢！天哪，这就是知识的演变吗？这就是母猩猩的图鉴吗？我们猩猩能不能通过何种手段一次性完成跨越式的进化呢？哎呀！兄弟，书装包里了，咱们走吧，走吧。万有引力，是万有引力啊！啥？哎，你待会儿手滑了怎么办？我就掉下来了。对呀，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啊！苹果落到地上就是因为万有引力呀、啊。大 G 等于 M， 小 G 等于9.8，重力加速度是9.8呀。你在说啥呢？我听不明白。我大脑里突然进入了好多新的知识。派，哎呀，派等于3.14。15926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，托以响于飞风，又伸之以蓝船。走啊！哎呀，走！哎呀，咱们走吧。走啊！哎呦，我刚刚就是脑袋一黑啊！哎呦，我这知识就突然出现了，我这知识都进化砸了。走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拿个东西啊。你有病啊！哎，不是，这出去你咋事儿这么多？我突然一下呀就获得了新知识。哎呀，整不明白现在。站！啥？不是你不是要走吗？我拖你上去。你拉倒吧。啥意思？我不是进化了吗？我挡一下。你突然间你搞这个东西，你是啥意思？你不挡一下啊？咱不是猩猩吗？你进化多长时间了？9年。9年，你天天就这么溜达呀？啊，这都是玻璃的，这动物园天天2-3万人就这么看。
你可真行啊。那走吧，走吧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哎呀，我等一下。邪门了，九年了，我从来没想过要等一下。哎呀，那你进化了呀？你看，你以前啥也不穿是没事儿，你现在不穿你就觉得难受，你拥有了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啊，你进化出了羞耻心。我有羞耻心了呀？对呀，这个东西很多人类都没有啊，太好了，咱们两个都进化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你今天是第一天进化啊？你怎么进化这么快？你好多东西，你进化我不知道啊！我觉得我被砸了一下，就是大概在那个地址，我就不知道是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苹果树啊！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，他发现了万有引力。我一被砸，我就觉醒出了新的道理呀、啊！这个一砸就。兄弟，这样咱们说，就是出去前能不能让我也提升？能啊！你站我原来这个位置，这儿吧，兄弟。准备进化吧，三二一，哎呀，哎，怎么砸的是你呀、啊、薛定谔的猫，巴甫洛夫的狗，饭后百步走，他活到99。不是说砸你，我要哎，咱们换一下位置，来来来来，你站这边啊，站，来来来，兄弟，准备进化吧，三二一。哎呀，孩子又是我呢，战争与和平，百年孤独，还有时间简史。啥节骨眼儿，咱哪还有时间简史了呀？哎呀，这样你在树前边，我在后边，来，准备进化吧，三二一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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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呀，他怎么砸的都是我呀？哎、一下都砸不着我吗？我被砸了20，多下啊！我感觉我要进化个大的了。就进化哪有什么大的小的？猩猩兽进化，吃人兽。我放弃了，咱们走吧。我逐渐明白一切了。我开始了解人类的所有科学了。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整错了，现代物理的基石不是这样的，三体人锁死了我们的科技呀。什么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妈呀，我们没有办法飞出银河系了。中科院，我要给中科院打电话。中科院，中科院，管理员，管理员，借我手机用一下。管理员，我要给中科院打电话。哎，其实我吧，九年前就进化了，他今天刚进化，他可以帮助你们人类飞升，你懂吗？三体人那东西可太厉害了。他说的我也听不懂。苹果盘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这俩猩猩给这叽叽喳喳叫啥呢？精神头真好啊，养的不错。快，新鲜水果赶紧吃啊！哎，没有管理员，我跟你客气了，咱们以后咱们有别人。我给中科院打电话，咱们以后电话。哎，管理员电话，5317号管理员，管理员，走了，走，管理员，走了。不要紧啊，兄弟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咱们也走啊，咱们也走，来来来，拖我一下，快，哎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拖我一下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哎，拖我一下，你别吵吵了，哎，你还没整明白吗？我刚刚叫了他工号，他没理我。咱们虽然进化了，但是和人类是语言不通的。快来拖我一下，他说好了呀，快，快快，你进化的慢，你不明白，现在是咱们两个。是唯一进化的猩猩了，我们既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族群，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人类。我还带着玩意儿干啥呀？管理员，能不能拖我一下？就是，我真羡慕你，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。你现在还想逃出去啊？啊？你知道的少，你想要的少，所以你就快乐。我知道的多，我想要的越多，所以我就越不高兴。我咋还越觉醒越难受，越长大越孤单了呢？兄弟，兄弟，不用这样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进化越不安。就像是，兄弟，能不能拖我一下？就是拖上他的床。哎，你看看。这蠢猩猩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孤独。孤独啥呀？啊，不是你孤独啥呀？我们都完成进化了，就剩你俩了。他是不是说错了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是最后进化的猩猩了？
等你们完成计划，我们就一起走。去哪儿啊？逃出去啊，通风管呀，就是通。去外太空。我们的飞船已经造好了，我们要去月球的背面。我们的计划就飞船了，绝无止境啊！真是猴到楼，蝎到楼啊！我呀，不是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们先走，我走通风口。不是我，我不去。哎，快保管，保管，里面有东西。我跟你们干啥去？朋友们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五先生图鉴。这大长头啊，咱这小造型，多精神个小伙儿，小伙儿，爸爸的好儿子，哎，爸爸你夸我了，呀，谢谢爸爸，你也是我的好爸爸呀。你看，看这孩子夸完以后变化多大啊！当面夸，听我的，当面夸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好儿子，好儿子呀。开不了口。好啊，老哥真好啊，真有福啊！儿子考那么好一大学啊。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大学生，我跟他妈都老骄傲了。啥专业呀？那么市场管理。哎呀，这好啊，这将来毕业就管理市场啊。那必须的呀，我儿子从小啊就贼有管理能力。他呀，呀，张叔，哎，啥也不是。你说你老出来晃悠干啥？你东西收拾完了吗？我拿我通知书，我明天报到要用。你自己东西你都管理不好，你还管理市场呢？你赶紧拿回去。哎，叔叔你们俩啊，真是的，孩子从小办事儿啊就可谨慎了啊。对，我听那个阿成这啥意思，要走啊？啊，那一会儿走了。不是，那你俩不送一下啊？不让俺俩送，说跟同学一起走，独立呀、啊，可成熟了。哎，我现在下来歇歇，不好出去了。你沉稳点，是知道？那你慌慌张张，一点都不成熟，跟小孩似的，多可爱呀、啊！手机没拿，丢三落四，孩子多好。啥毛病没有？孩子是没啥毛病，我感觉 你好像有点毛病呢。我有啥毛病啊？不是那个，你看阿成不在这儿，你当我面还夸他，这阿成一上来咋就不夸了呢？我可没有啊，那我儿子在我心里头啊，一直都特别的，优秀。你看，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。而且我发现儿子怎么跟我没有像小时候那么亲呢？老郭，你听我的啊，咱就是当面夸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。哎呦，我当面我咋夸呀？我一个大老爷们，我开不了口。那有啥开不了口？我天天夸我儿子，你再不夸人阿成上大学没机会夸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发哥，回家吃饭了啊。那个孩子，你看我这儿子多懂事啊。专门过来请那老头回家吃饭，这大长头啊，咱这小造型，多精神个小伙儿，小伙儿，爸爸的好儿子，哎，爸爸你夸我了，呀，谢谢爸爸，你也是我的好爸爸呀。你看，看这孩子夸完以后变化多大啊！当面夸。听我的，当面夸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好儿子，好儿子呀。当面夸。儿子你真棒。哎呀，你这就要走了？啊，没有，我东西没收完呢。啊，你啥时候走啊？15分钟。这么快呀？是啊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，一会儿。啊，你收拾吧。啊，不知不觉就长大了。啊，我的这盆君子兰，你又……哎呀，我还给你收我呢。你真棒。嗯，
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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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你知道李小龙不？我知道啊，就他。行了，你别学他似的啊，老出去跟人干仗去。啊，知道了。你针线盒啥的用带一个不？家里不还得用呢吗？啊啊，到点儿了。你咋关了呢？抱抱我。小子，嗯，你过来。啊。哎，好好粘啊，后面也给我粘着。家里就这么一个大学生，考的还是个一本，你。啪！不好好学习，我打死你！没这个必要吧，爸？你练着，我收拾屋去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老三呢？你赶紧下楼，有事儿。这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，我跟儿子沟通怎么还出问题了呢？我儿子多棒啊！我儿子就是我的骄傲啊！我儿子就是我的自豪啊！哥呀，出啥事儿了？你先别说话啊！我儿子多棒啊！能考上这大学，那智商不得280呀？啥？阿成啊，那肯定是棒啊！阿成啊，这没问题呀、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先别说话啊！我儿子多棒啊！啊，他不仅学习好，他体育还优秀呢。我知道。小子，哎，你优秀的三叔来了，打个招呼。来，大侄子，你先进去吧。啊，不是你先别说话，我儿子多棒啊！他不仅关爱同学，他还孝顺父母呢。是是、啊，小子，哎，你孝顺的三叔有话跟你说。啥三叔？啊，这不考上大学了吗？哎呀！那个，给你拿200块钱，路上买点吃的，谢谢大叔。哎，行了，进去。哎，你先别说话，叫我下来干啥呀？玩我呢？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。哎呀，不是啊，老三，我发现我怎么当着儿子面我夸不出来他呢？净瞎扯，那怎么没夸过呢？那小时候阿成，然后你确实没夸过。你看是吧？是啊。但是我当着你的面我就能夸出来。啊、我寻思让你赶紧帮帮我。那我咋帮你啊？我这么想的啊，我看着你，我一直夸，我看顺着这个劲儿，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？能行吗？你来这样啊，这回我夸、啊、你叫他啊。行啊，来。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叫阿成啊！哎，你回去吧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距离太远了，情绪接不上啊？你再来啊！来，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叫阿成啊！哎，没事儿啊。这距离没用啊，这也、啊。你这么，你上这边站起来，啊、来再来啊！啊，来。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叫阿成啊！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阿成，马上，阿成啊！来来来，来你爸说，没兴致了。你干啥去你啊？我收拾屋呢。你收拾什么玩意儿？你快收拾吧，你快。啊，你快。我还不信了，再来来，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儿你真棒，叫阿成啊！来了来了，你老出来干啥？爸，不是你叫我吗？我没叫你，你三叔叫的你。三叔，你老叫我干啥？操，那个。这么
了吗？再给你添500块钱，一共700块钱，路上买点吃的啊。谢三叔，你别谢我，谢你爸爸。你快进去吧，你快进去吧。哎，哎呀，老三，你别走。行了，你干啥呀？我这里外里花700块钱了都啊！哎呦，我一会儿给你。那你就夸呗，有啥你当面夸。你看，你真棒，我真棒，玛丽真棒。你夸呀，电视里那人干啥？你行了，我楼上烧着水呢，还。哎呀，你赶紧想想招呼去。哎呀，儿子一会儿就走了，你快点。爸，我这个礼物，我哎，哎，我爸呢？啊，阿成啊，你快点吧，你还没收拾好啊。我收拾完了，我礼物没给呢。哎呀，那你就直接放桌上吧。那哪行啊，那我不得当面给啊。你快点吧。那司机都到了，那脾气可不好了。那我妈哭了。你哭哭的，你这么你去门口等我，给完我就走，行不行？哎，你快点儿！啊，我快点，我快点。哎，烦人！哎，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，鼓励我考上这么好大学，谢谢你。儿子真棒，儿子真棒，儿子！哎呀妈呀呀！你干啥呢？搁这儿？我收拾东西呢。哎呀，你可快点儿吧，磨磨唧唧的，一会儿来不及了。我给你收拾。哎，等我吧。哎呀，我就说呀，你不上大学呀？是。你这个人物品得保管好了啊！你别老丢三落四的。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，爸爸妈妈也没管过你。是啊。我一直就觉得呀。一直觉得他。这啥玩意儿？你咋买这么多个呢？我你这个来没事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也不给你添乱了，你自己收拾吧。啊，我上屋里头躺会儿去。哎，爸啊。没事儿啊。小子啊，没事儿啊。爸啊，没事儿、哦。小子啊，没事儿啊。爸啊，没事儿、哦。小子啊，没事儿啊。爸啊，没事儿啊。小子啊，没事儿。小子，没事儿。哎呀，阿成啊，那东西你就直接给你爹吧，你爹是魔鬼。叔叔好。这不是让你门口等我吗？哥呀，他上来了。要不你倒着来呢？你倒立着夸他呢。哎呀，老三。三叔。啊，那个。三叔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用了，够用了。我这确实也没有了。那个，我楼上烧水呢。哎，慢点。叔，那我给你把垃圾带下去吧。来，我捅。这君子兰呢？你看电视看不？你喝水不？你妈呢？你啊，那手里头是送我的？啊。爸，你刚才那几趟你是要夸我啊？爸，哎，